楚京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经常都会对大热电影致敬，日前播出的那集就以反转老朋友的桥段为题材，熊家各自以不同的情绪造型示人，刘丹也大赞有趣，就是有点可惜，我们这个时间好像不大够，有时候那个片子感觉上好像是剪得比较粗了一点，快了一点啊。哦、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。对对对，应该是要是多一点时间的话，会更精彩。疫情肆虐，连日来有多位年长患者离世，所以丹爷也说会分外小心，还做足防疫措施。其实这几个月以来啊，我都是很注意这方面的工作。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小朋友，小孙女，而且自己年纪也大了。大家知道，这种病你感染的话，年纪大的人呢是特别比较危险一点。对，所以要很谨慎，很谨慎。对，所有人都要谨慎，多洗手，多戴这个口罩。还要留在家中，多的留在家里边哈。对，没事，不要到处跑了。但是小孙女就待在家这么多个月了，会不会很闷呢？但是还是好好的学习呢。也学校里也很好，安排的经常有这个，一个星期不有几天是有视像教学的啊，她也上学上课上得很开心。对，那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家里还有姑姑啊什么的跟他一起玩。对，所以他也很开心，也没有什么就是说不放心让他出去跑就是了。